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Sony Mobile 今天推出一支非常有竞争力的万元防水新机，它的名字叫做 Xperia 10 Mark II。这一支真的非常强，它不仅是同价位中机手机唯一具备 IP65、IP68 防水防尘的机种，也是 Sony Mobile 的第37款防水手机。那它同时具备三镜头，包含1200万画素的主镜头、超广角镜头以及望远镜头。那这三颗镜头涵盖生活全焦段的范围，拍人拍景都非常好用，而且它内建美食模式、肖像模式以及夜间模式，特别是夜间模式，这是 Sony 工程师自己研发的夜景模式。它可以透过 AI 人工智慧，让你在低光源环境中随手按下快门，捕捉不晃动、亮处不过曝、暗处有细节的照片。那它双面都采用康宁第六代的大晶芯玻璃，那采用6寸 20:9 电影级的超宽荧幕，不止玩游戏可以看到更多范围。那结合自家的 Bravia 电视的原色显示技术，那看影片照片的色彩都会自动变漂亮，具备 3.5 耳机孔，那支援 Hi-Res 的高音质播放，手感相当精巧，只有151克、69mm 宽度。可是啊，它又具备360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电池，续航力实测高达14个小时。最感人的就是价格，这一款同时具备 IP65、IP68 旗舰级的防水防尘、21:9 的超宽荧幕、超广角三镜头，以及夜间模式。那这么多旗舰规格的手机，到底要卖多少呢？答案是11490，一共推出可可黑、奶油白、薄荷绿、莓果蓝四种颜色。那首购 Xperia 10 Mark II 就送你不怕潮享乐包，里面包含 Xperia 的运动毛巾，以及尼龙束口运动包、时尚水壶以及透明保护壳。那时间呢，就从开卖日到6月30号止，到全省的经销通路购买，上网完成登录就送给你。那详情就请大家参考活动网站啦。好，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我是云爸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